它的变化很大，要玩创意的话也是可以很好发挥的。加冕仪式可以，可以训练小朋友的耐心呢，手眼协调的能力其实是也可以训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ie。Jisco 接下来预备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影片，那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我们不定时会有优惠的资讯，还有抽奖活动要跟大家分享。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支新上架的影片哦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你没有看过的学具，很好玩的。真的假的？新产品吗？学具呢，它是有三角形，黄色的，正方形，绿色，五边形，红色，六边形，再加上一些连接棒，可以做一些很创意的图形。那你们的哥哥跟妹妹都可以一起玩。这个是星星，对，那这个星星主要是由五边形跟三角形组成的。那么它这个在扣的时候要稍微教一下，因为他们年纪小嘛。这个是需要跟小朋友一起完成的。对，好，那么你做绿色为中心的星星，那我就做一个红色为中心的星星。带孩子来看一下，你这个是五边形，所以你接了几个三角形？五边形就接了五个三角形。那我的是六边形，所以就接了六个三角形、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完了之后呢，可以接像这样子、哦、我们每一个三角形的旁边都接一个黄色的正方形，要接同一个方向。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来观察一下，每一个三角形会配一个正方形，可以让孩子说说看啊。请问这边有几个三角形，几个正方形？五个三角形，然后五个正方形。很好，那我的呢？老师的是六芒星，所以有六个三角形跟六个正方形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它是平面的，它拿不太起来，我们现在就要来变成立体的，把它扣在一起。正方形要跟三角形扣在一起。要扣在一起。家妹妹应该也会蛮喜欢的。对，这个学具的小朋友一般来讲都会很喜欢，它主要是它的变化很大，要玩创意的话也是可以很好发挥的。你觉得它像什么？像一个皇冠。哦，对哦。老师，我帮你戴。加冕仪式可以成功、欸。我之前是觉得它有点像一个水果篮。刚才我们不是讲皇冠吗？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平面的皇冠看看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一共用了几个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智慧片。三个三角形嘛、嗯、然后三个正方形，所以是六个、嗯、然后再加两个红色，所以是八个。对，那可以开始做这种技术、嗯、好，就像这样。好，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喜欢做哪一个、嗯、要不要做这一部车？好啊。
可以训练小朋友的耐心诶、啊。对对对，跟拼积木拼图也有一点不一样。对，上次有做过六形六色，那个只是拼牌，然后这个还要扣，所以对孩子来讲，他的手眼协调的能力其实是也可以训练。哎、对对，嗯、好。OK， 那这一部车呢，其实它也可以改成工程车。那如果这样就变船了。如果我要把这一部改成工程车，请问哪里是不用变的？就是下面都不用变。欸、然后这个拔起来，因为它这边有几个三角形？一二三四五六。然后这边有一二三四五，所以再加一个就可以了。欸、真的、欸？那我来加一个正方形。邀请你来帮我们的新玩具开箱，觉得怎么样？太酷了，很像在收集神秘的宝石，有没有？真的，这一组玩具我自己也超喜欢。嗯、我们预计是明年初要开始量产这个系列哦，所以现在还买不到。这个月我们开始要来预购哦。对，那有想要获得我们这个系列的教具的话，嗯、要来参加我们脸书的抽奖活动，也是我们这一集要送出的礼物，你也来参加一下。一定要马上用三个账号留言。可以可以。好，那大家就记得继续关注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哦。